未来金智慧家，他一进去给他5万块，就来10万块，是不是？每一句都是梗的，真的。没有，定金都交了。才华太。他想要开新节目啦。对啊，对啊。未来可以帮他开个节目。对啊，开个那个整牙的节目。整牙。我们请珍珍小姐呢，来帮我们去探险一下，去看一下这个60年的光华戏院现在长什么样子。Go， 快！我探险，对，珍珍，珍珍上车，珍珍。嗯，好。好，总之就是，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60年的飞机戏院，然后我不敢上去啦。欢迎收看《好爸爸好兄弟》最新一集，不是，不是啊。这是东西剧啊，是东西剧啊。好，那我来做节目。不好意思。这礼拜非常非常开心啊，我们邀请到我们好爸爸好兄弟的吉祥物啊，吉祥物，你好，我是最吉祥。哎，好像我看起来也是蛮不吉祥的。尊哥，哎，没有哥，没有哥，还有小猪姐，小猪姐，小猪姐，很开心，今天他们两个来造访我们今天的东西剧，那我们今天的。我们的大胃王是要跟大家来自我介绍一下啊，来，我叫艾伦，耶，艾伦，我是小慧，耶，小慧，等一下掌声号，他们有他们那个闯荡江湖的称号，是温柔小巨人，是不是？温柔小巨人，为什么叫温柔小巨人？对啊，内心是温柔的，小小的这样。你什么星座？什么星座？星座要想起来，还要想哎，我天啊！天蝎温柔，跟我老婆一样，天蝎，哇！怪物新人，怪物新人，名字叫做小慧耶， yeah, 小慧你好，各位你知道吗？小慧很开心。每个礼拜都很希望来上我们节目，因为他个人非常非常爱吃，但是他现在是个打工仔。好，打工仔就是口袋没那么深，但是来我们节目都是吃好的，对不对？都是吃那种来这边晋升上流。可是我很好奇，像打工仔的话，平常吃你会不会钱都完全花掉，然后没有办法存钱，所以你房租都没有办法用？我有自己心里有算盘，打算好。餐费多少就多少，可是一天打工顶多1000块，那你餐费怎么办？你这样感觉吃水饺都会吃超过1000的。对啊，白米，就是买一袋白米啊，要不然就泡面。各位，他讲重点了，一袋白米哦，一袋哦，对啊，一袋白米，对啊，他说一袋一袋的在吃，谢谢，接下来，来喝沙梅。都很熟悉了，对，非常非常会吃，而且口条很好。对，可以，在哥哥姐的面前就不太好。没有，我一直很期待来的节目，因为怎么可能？我跟你讲，真的，因为之前我去录《好爸爸好兄弟》，我们那个美食都只能用闻的。我听说你们之前就吃蜡烛比赛了，对对，吃蜡烛比赛啊，香花灯茶果就是我们要介绍的，啊，我们这边可以吃很多好吃的美食料理。OK， 对啊，好了，希望呢今天两位呢，我们在高雄呢这边吃遍美食，大家可以很开心，好，然后大胃王都可以收获满满。OK， 那我们这次呢造访的店家，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呢，也可以到网络呢到给我们下面给我们留言，对，我们说来高雄一定要吃什么，跟我们互动一下，好不好？ OK， 谢谢你们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去第一家店了。OK， Go。哎，为什么这家店？因为这家店非常非常的厉害哦。哦，你看它这个整个装潢各方面，一进来你有种来到日本的感觉。没错。是。冰，还在喝拿铁？有奶还好喝吧？天哪，可怕！饭啊，然后现在喝这个奶，会不会乳糖不耐跟我上厕所拉肚子？完全不会。刚刚有去上厕所举手。我上小号。小号的话，好强哦。然后就不会喝。还有吃冰的话是你们的强项吗？对，因为脂肪比较多，算比较耐冷。可是 Alan 吃冰不是吃太快头会晕，头会对啊。对，就是要吞快一点。吞快就不会痛。对，不要吃冰。就是类似这种感觉。专业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不要学哦，没有这件事哦。OK， 大家都有练过他，我们不要学。哇，你喜欢喝拿铁？我已经很肥了。你喜欢拿铁？那你要拿好，因为体验重。好冷。啊，录影了。我已经到
哎，离职离职。哎，我来监制问一下，哎，对，他一集给他5万块，是还是10万块？是，每一句都是梗的，真的。没有，燕京哥教的。才华，我们燕京哥教的。他想要开新节目啦。对啊，对啊。哎，伟来可以帮他开个节目。对啊，开个那个整牙的节目。整牙。就是对，就是哎，台湾没有那种整形节目。燕京哥，我这没救了。可以啦，不是有医生看过吗？有啊，有啊，有啊。医生说你头胎好会比较快。那他是讲，他说你除了牙齿之外，其他都是问题。错，医生好坏。对啊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没事 ，OK 的啦 ，OK 的。可能不是 OK 的。我看你跟张立东应该是你赢张立东了。没有啦，张立东还是比较好笑。没有，我觉得你很好笑啊。是吗？对啊。峰哥。太好了，那就这样。你很好笑，真的。我还有他的专辑跟签名。他的高中教练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。我国中就去他们签唱会。对对对。然后还签名穿。那时候你还是学生。我还是学生。还是学生。对。国中生。你是几年级？1991。1991。80年。比我小12岁。爸。哈哈哈哈哈哈。对啊，你也是母羊嘛。我是摩羯。摩羯。啊，不是母羊，说你属羊啊。都属羊。属羊的人通常都是。又来了。失眠的人。失眠比较属羊。来了来了，很厉害吧？好有才哦！过来，我来帮开个节目好了。这个好可爱，林子刚刚蛮好笑的。哪一个？你说水梨的？水梨，饭后甜点要吃水梨。计时30分钟。好，没事，这样就占由你了。哎呦，太凶了！哇，我是怕他们冰融化，我要讲一些冷笑话。赶快来，赶快跑！来，冰雪聪明 ，ready。我觉得保持平常心，对啊，素颜不是什么东西，我只是来吃东西而已，开心就好，那就别害羞。这一关不是只有比谁吃的多，这一关还有运气的部分。没关系，我不在乎输赢，真的，我只是单纯来开心吃东西。等一下，刚刚这个小话语病，他说他不在乎输赢，因为不会输。我只要想这个不会输。机不可失，我们在桌上呢有2个75G set， OK。现在我们来到高雄的某条巷中巷，像女生啊，看到那个精品橱窗会很兴奋。哦，我们这位先生啊，哇，看到废墟会很兴奋。对，哎，你在兴奋什么啦？啊，兴奋什么啦？哦，他说这边哦，有个光华戏院嘛。哦。他说好像已经60年了。哦。然后说好像是都没有人了。是。啊，我问他说，因为有些时候他那种像那种。废墟啊，这种就是会进不去，为什么进不去？因为有些门会锁上，或是可能进不太去。不是有锁吗？他刚这个大姐跟我说，一旦你去啊，哎呀，但是危险呐，危险哪方面危险？但是可能因为废墟很多东西，木材啊各方面老旧。哦，像我们以前去探险的时候，是有时候会踩空。哦，对，或者是可能有的东西会掉下来，这种，所以我们还是不建议大家进去探险。哦，虽然我真的很想进去探险，不建议大家探险。那非常感谢大家呢收看我们今天的 YT 啊，以后呢希望大家能够锁定我们每集的 YT。那我们这集的 YT 的 ending 呢，我们就请我们的谢俊先生。哎，谢俊，哎，你怎么知道我的本名？你不能在这边喊我的本名呐！真的啊，我的本名啊，这样这样。珍珍小姐，哎，嗨嗨，我们请珍珍小姐呢来帮我们去探险一下，去看一下这个60年的光华戏院现在长什么样子。Go， 快，我探险，对，珍珍，珍珍上车，去啊，珍珍，好。哎，总之就是，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60年的飞机戏院，然后我不敢上去啦。对呀，我变淘宝了。哎呀，刚刚有声音没有听到吗？没有啦，那个没什么。水滴声啊！总之呢，就是希望呢，哎，大家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。然后，如果喜欢这支影片呢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然后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就会时不时会有有趣的影片内容给大家哦。不不，对，真的有，我们刚刚。对啊，那你是真的好奇想出来看？哦。
花絮的花絮。这边应该是售票亭。他以前戏院。对对，然后他这椅子都多斑驳，都旧。然后这边应该是可能贴一些就是布告或什么。哎，入口啊，入口。这边应该是厕所。然后他这边是有，哎，多折。不好意思打扰了。这他进去了。真的有哎。不管很旧，然后这边对是售票亭的小姐做的啊，风险。哇，好大哦，里面很大哎。对，不好意思啊。哦，哎，那个脸都上面有点重。嗯，味道有点重，有点霉味。那一点都开裂开了，危险，危险。好，赶快，发烧了。你有没有什么东西？还是不建议大家。你也有办法吗？对对对对，因为里面的味道有点重。对，我们还是不建议大家来探险，还是把门关上。不好意思，打扰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哦。哎，等一下。没有风哎，我为什么他在晃？好像我进来的时候一开门就有风。没有没有，我们刚刚都没开门啊。这个是什么？桌子吧，衣架衣架。衣架吗？衣架衣架太矮了吧？它应该是还有一个，它上面一个柜子。然后时间停在8:35。我听到声音。哎呦！你觉得里面很冷？嗯，差一个门，两个温度。老师都说，通常有好兄弟的地方，温度会降了差不多3到4度左右。哇，还有个梳妆镜哎！这个梳妆镜是以前阿公阿嬷的时候才会有的。我有印象啊，我们家眷村。这个就是很老式的那种复古型的地板。哎，你们有没有觉得？这个房子斜斜，你是歪歪的吗？对，倾斜歪歪的吗？我们要不要赶紧出去好了？好。我觉得有点歪歪的，而且它气场不流通，代表刚说要出去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又想歪歪。你是嘴巴说不要，但身体很诚实。感觉是往前面这样斜下去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它这个整个是不是很平整？哎，这边这样还可以住的。应该是啊，有可能因为租金并不。对，它租金不贵。哎呦，太多！楼上，我想楼上应该就是应该就一个平台吧。我觉得不止。它是表演的那个表演的地方。我们下次再告诉你。